老铁们，最近的商机有点少，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拍的段子不够好。这个月刚发了工资，买了这两只野生的海捕大对虾，过来拍个段子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再顺便留下个双击，感谢大家，记得添加个关注，看我带你赶海抓海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，看一下这海参正不正经，咱就不知道了。今天给他解剖一个，看看里面有没有黄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就给双击，而有的老铁你就和他要他都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，给个关注也行。路过的帅哥美女，双击加关注。来了，兄弟们，在退潮的山峦上，你只要仔细的瞅瞅，有些呼吸孔，咱们就必须得挖出来瞅瞅，肯定是有货的。原来是一只螃蟹啊！既然老铁，如果在你手机还有电的情况下，给个双击加关注。Hello， 朋友们，这是今天上午哈，在海里捡的泥螺哈，你看个头大不大？这就是海里面的软黄金啊！喜欢的给个双击啊，评论个666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八爪鱼的天性就是喜欢钻洞啊，不管是大洞小洞，它就往里面钻。他就是不长脑的，又进去了，我的妈嘞！既然老铁，如果你手机还有电的情况下，点亮一颗小红心加。